嗨，宝贝们，你们要去学校玩吗？真好，玩得开心。哎呀，宝贝们，有好多树叶呀！小苏西，别担心，我们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对呀，这个点子很好，超级卡车可以帮助我们。卡尔，你的花园真好看。卡尔，宝贝们需要你去学校帮帮他们，你可以吗？你准备怎么把那些树叶清理掉？哇，你变身成一台树叶吹扫机，这样我们就能帮宝贝们解决问题了。你应该已经准备好了。太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。快看，谁来了？是超级卡车。哈哈，大家不用紧张，超级卡车是来帮大家清扫落叶的。你看看这里，就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你来帮忙了吧？这里简直是一团糟。宝贝们，往后站一点，超级卡车要启动吹扫机了。就是这样。游乐设备上的树叶都已经清理干净了，你能想办法把游乐场也清理干净吗？对呀，你可以把落叶都吸干净。
真棒，这样就干净多了。超级卡车，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处理这些树叶呢？哈哈，宝贝们肯定会和树叶堆玩得很开心的。宝贝们，谁想做第一个呀？超级卡车，你又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谢谢你。朋友们，再见，下次见。哦不，希望你能救下汤姆的车库。泰勒被困在里面，快，弗兰克！啊哦，水泵坏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好主意，弗兰克，超级卡车可以救泰勒。哇哦！看，卡尔，烟花。该出发了。卡尔，这个真棒。我们需要回到汤姆的车库，快。弗兰克，超级卡车可以把火扑灭，别担心泰勒，超级卡车来救你了。开始吧，超级卡车。哦不，超级卡车，我们要接近泰勒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好主意，超级卡车，太好了。啊哦，房顶还在烧，水不够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泡沫能做什么呢？哇，你还有升降机，现在你的灭火器可以够到火苗了。哇，太神奇了，都扑灭了。
很高兴你没事，泰勒。是的，我不知道超级卡车去哪儿了。走好，超级卡车，今天多亏了你。再见，泰勒。再见，弗兰克。再见，朋友们，回头见。你好，潘妮和佳丽，很美好的一天，不是吗？你们要去做什么？哦，你想给佳丽展示一些飞行技巧，我们也可以来吗？哇哦，潘妮飞得真好。嘿，一个笑脸儿。哦不，出问题了。我想他停不下来了。你还好吗，潘妮？我们该怎么办？好主意，佳丽，超级卡车总是可以解决问题。看，卡尔，烟花，有人需要帮忙。哇，卡尔，太棒了！哇，卡尔，你变成一架喷气式飞机了！快点，超级卡车，潘妮现在就需要你。试试用你的喷气发动机追上去。哇，等等我，他在那里，超级卡车。看起来他在不停打转，你会怎么做？哦，冰冻射线，酷极了！哇，起作用了，它停住了。啊哦，超级卡车，快接住它！哦，孩子，太棒了！啊哦，潘妮，很高兴你没事。发生了什么？你在汤姆的车库刚刚睡醒，好吧，很高兴你现在都好了。你是对的，我不知道超级卡车去哪儿了。再见，朋友们，下次见。
Hey, Tom， 你看起来很忙啊。你在为汽车城的年度游乐节做彩色海报吗？太酷了，看起来差不多做完了。什么？你还有很多海报要做？可是游乐节几个小时后就要开始了。是救护车安博。汤姆，安博想知道你是否为游乐节的安全岛做了一个红十字标志。安博，实际上汤姆还要把那边的一大堆海报做完。你是对的，安博，需要呼叫超级卡车了。卡尔，拖车汤姆需要帮助。汽车城年度游乐节今天开始，可是汤姆还有一大堆海报要做。找到合适的集装箱了吗？你想变身成喷漆坦克？太酷了，一架颜料大炮。一定是按那里让颜料喷出来，看起来很有用，是时候去汤姆的油漆店了。可怜的汤姆看起来很累，还好超级卡车马上就到了。超级卡车到了，汤姆，你可以在超级卡车转过来时把所有卡片摊开吗？预备，瞄准，发射。现在该画一些图案了。太棒了，完工。等一下，安博的安全岛标志怎么样了？你在超级卡车完成海报的时候做好了？记性真好，汤姆。哦，你是对的，游乐节马上开始了，你最好快把海报送过去。谢谢你的帮忙，超级卡车，因为你的帮忙，游乐节会看起来很棒的。
远了。早上好，克里斯托夫。克里斯托夫，嗨，克里斯托夫，醒醒。哦，啊，哦，你一定是昨晚没睡好。嗯，哦，嗯，我们去搅拌一些混凝土吧。哦，嗯。你不是又睡着了吧？醒醒，你把混凝土撒得到处都是。哦不，我希望另一辆车不会朝这边来。快减速，苏西。哦不，苏西，你被卡住了吗？哦，是吗？很难闻吗？哦，你认为我们应该呼叫超级卡车？哦，好主意。嘿，卡尔。苏西卡在混凝土里了，他需要帮助。你能快来吗？太棒了，我们走。直升机卡车，不好吗？大侠卡车，准备好了吗，超级卡车？太棒了，跟我们走吧。嘿，伙计们，超级卡车来了。让我们把你弄出来吧，苏西。你们需要护目镜吗，超级卡车？向后退，克里斯托夫。
哎，怎么了？还是很脏是吗？超级卡车，你可以帮帮苏西吗？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下次见。克里斯托夫，你应该回家小睡一会儿。回头见，伙计们。嗨，弗拉维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你要去汽车城吗？哦不，怎么了，弗拉维？试试重新启动一下引擎。可怜的弗拉维，看起来你的引擎太热了。我们叫汤姆吧。嗨，汤姆，找到你太好了。弗拉维需要你的帮助，他的引擎太热了，需要拖到你的车库修理，你能帮忙吗？太好了，来吧，我们走。开心点，弗拉维，汤姆来帮你了。干得好，现在我们开回你的车库吧。加油，汤姆，你可以的。别激动，弗拉维，汤姆再努力。哦天哪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好主意，汤姆，我们呼叫超级卡车。弗拉维，待在这儿别动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卡尔，汽车城有人需要你。今天你要变成什么车，卡尔？对了，超级拖车适合这个工作。哇，超级卡车，你看起来又大又有力量。来吧，超级卡车，在弗拉维更暴躁之前，我们帮帮他。
嗨，大家好，超级卡车来了，他会帮你拖走的。你说的对，超级卡车，我们最好把东西卸掉，这样弗拉维会轻一些。不是的，弗拉维，超级卡车不是说你重，他说货物很重。放松点，我们很快就好。是的，是的，超级卡车很小心，没有刮花你的车漆。我们今天不要这么暴躁，如何？我们走吧，汤姆的车库见。好了，你搞定了，超级卡车，今天多亏了你。现在在车库了，感觉好些吗，弗拉维？怎么了，汤姆？你看上去不太高兴。啊，你担心超级卡车会和你竞争顾客吗？超级卡车说的对，他肯定不会抢你的顾客的，而且他不能总是拖车，不是吗？这样就好，大家再见，下次见。大家好，你们准备在游乐场玩游戏吗？这里有点湿，你们最好别在这儿玩。小马特，你说的没错，现在本该是夏天了，却总是下雨，真难受。是的，我也知道超级卡车能力很强，但你觉得它可以强大到连天气都能控制吗？小汤姆说的没错，不试一试怎么知道？小汤姆去请超级卡车，大家在这里等一下。嗨，卡尔，屋顶漏雨很严重啊。不过你肯定能搞定的，毕竟你可是超级卡车呀。卡尔，游乐场全湿了，宝贝们就不能在那玩了。我也知道让雨天放晴对你来说难度可能太大了，不过你能不能试试看？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卡尔。卡尔，你这次要变身成什么样子？哇，夏日列车，这个点子不错。哇，这次的变身真酷，我们去游乐场吧。大家好啊，别难过了，超级卡车来帮大家了。看，他来了。卡皮，哈拉巴，哈哈拉。超级卡车，小弗兰克说的没错，现在在下雨，地上也很湿，所以大家没法玩游戏了，你能帮帮忙吗？落叶清扫机，这真的会有用吗？
超级卡车这个主意真棒，不过我们需要更大的马力才能把乌云吹走。哇，超级卡车真厉害，太阳又出来了。小汤姆，你说的对，游乐场地上还是湿的，所有东西都是湿的，玩也玩不开心。超级卡车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宝宝宝，哇，游乐场上的水开始蒸发了，超级卡车你真厉害。超级卡车太棒了，现在天放晴了，地也干了，太谢谢你了。超级卡车，你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非常感谢你。大家再见，下次见。